使徒行传第24章第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尚存无愧的良心。演员是人类社会当中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身份。这个人呢，他觉得可以为演员的身份呢放弃他信仰上的榜样见证和他自己的操守的话呢，其实在神眼中呢他已经是个演员。在神眼中他已经是演员。但是演员不可以上天堂。圣经没有任何的应许啊，成日你成为演员那你上天堂，没有的。你设计自己的身份，那想着那个身份就可以。是啊，你可以延续在社会的身份。但在神眼中那个不是一个人来的，也没有任何关于呢对这个演员的神所给他的 promise 的。咁而呢个现象最明显就係古代希腊最沿用，因为嗰陣时佢好强调啊，无论运动啊或者係歌劇啊，好多呢一啲嘅所谓艺术嘅事业咁样啦。喺嗰陣时已经有㗎啦，就是、因为一个好崇尚偶像嘅时代呢慢慢衍生出嚟㗎。咁所以变咗呢个係我嘅睇法咋，我係讲緊我嘅睇法。我唔看呢一个强调就係自己，我因为我係个演员，所以虽然我是基督徒，我都会咁讲呢啲粗口啊，我都会咁样失见证啊，我都会咁，我都会咁，我都会咁样。嗱，呢个系佢哋嘅藉口啦。但如果以梁日华嘅睇法，我唔当呢种系人嚟嘅直情。所以变咗你好难叫我去尊重呢啲人，因为我根本唔当佢人，因为自己首先唔当自己系人先。佢都唔系人嚟嘅，佢自己当自己，佢当自己系演员啊嘛。所以变咗佢放低人嘅所谓应该坚持嘅良心，所谓人嘅应该有嘅操守，去饰演一个演员啊嘛，系咪？咁既然佢为到演员去放弃身为一个人嘅身份，咁仲系个人嚟嘅，系咪？起码喺神嘅面前咧，神唔当佢系人咯。神点能够当系演员当中佢所做嘅嘢去奖赏同埋祝福佢噶？冇可能啊！因为你系个演员，喺演员或者你系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并且行好多善事。喂，但系你系个演员嘅身份里面，你要得呢啲祝福，系咪？但系问题佢身为演员咧，却冇办法赚到祝福啦。但系佢身为演员，却破坏咗好多佢应该有嘅见证，同埋凭着良心行事啊！好多人就系喺呢个世界上攞起一个角色，但系个角色就系人设计出嚟或者人创造出嚟嘅，然后用呢个角色咧，佢以为可以搪塞落去，可以揞住自己嘅良心，系唔得嘅。即系等于举一个实际嘅例子，好多人佢譬如打 game 打连线 game 啦吓，喺连线 game 当中咧，佢咪攞起一个咁样嘅身份啦，系喺个连线 game 当中，佢觉得系喺里边犯罪啊、软弱啊，乜都得嘅。即是讲粗口啊，就不楞好多呢啲，总之能够隐姓埋名就得㗎啦，乜嘢都哪吒嘢都做得出㗎啦咁样。咁你能够想象啦，呢个人攞起呢个身份，觉得佢以呢个身份去做咗嘛，唔系佢嚟嘅咁样。就好似等于一个基督徒，佢攞起演员嘅身份，佢用呢个演员身份去掩饰佢自己好多呢啲嘅嘢。但係问题其无论佢性格或者好多嘢呢，都已经系改变咗。所以变咗即係我自己咁多年当中呢，或者你哋会奇怪好多嘢点解会直接系会咁睇呢，原因就系话呢，本身好多时我系睇一个更长远嘅对我哋信仰个影响，同埋最主要唔系睇嗰件事咁简单，就系睇嗰件事会衍生出嚟嘅结局㗎。咁而事实上好些咁样去帮呢啲所谓呢啲即系美国又好啦，帮呢啲所谓艺人去搞团契嗰啲，好多时嗰啲牧师都自己又犯奸淫啊，又离婚。咁你就知道呢其实搞出啲乜嘢事。即是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如我所讲的是人类自己设计个角色出来揞住个良心等他犯罪。但是然后要神承认他另外扮演的所谓基督徒的角色，那更加就没可能。因为你虽然是演员，但问题你更加是个人。所以某些事是身为一个人是不可以做的。为了你的贞洁，为了甚至你的家庭，你的配偶，你根本有些事不讲得，有些事不做得的嘛其实。但照做噶，因为演员啊嘛，系啦，咁得咯，咁唔系人咯，即系当我嚟讲，佢只要揸住呢样嘢，属世所厘定俾佢嘅，属世所安排俾佢嘅，然后佢吓欢呼嘅接受嘅话，咁变咗个味，唔使只系上到天堂咯。在我眼中系咁样睇噶，私底下，当然咧，就如我所讲，我冇公开佢讲过，但私底下好少人问我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系我咁样去睇一件嘅事嘅。嗱，咁所以变咗在咁嘅情况底下咧，大家就更加明白我讲嘅第二个概念啦。第二个概念就是我自己本身关于漫画，即是我曾经去讲过啦，漫画或者其实卡通，其实根本所有人你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睇漫画噶啦，啊，即系虽然大个我喺呢啲漫画户再睇啦，即系细个嘅时候我根本未信主，我根本又睇呢一啲嘅小流氓啊，咩黄小虎啊，即系呢一啲李小龙啊呢一啲嘅漫画啦，好细个已经开始睇嘅，嗰阵时我记得
朝头早即系读中学嘅时候啊，中一嘅时候咧，咁啊拎几毫子去买份呢啲嘅报纸啊，生报啊，新报啊，嗰阵时好多呢啲嘅系专系画漫画嘅，里面就有《倚天屠龙记》啊，又有好多李小龙啊，呢一啲啊《龙虎门》啊，好多呢一啲嘅打斗嘅漫画，即系好细个已经接触噶啦。咁但我信咗主之后咧，就如我所讲啦，即系我自己以一个祭司嘅概念去理解，神要我嘅信仰系进入另一个嘅生命同埋生活嘅模式嚟噶嘛，即系嗰个根本系一个生活体系嚟嘅吓。当然啦，咁我今日一信咗主就已经边有时间睇漫画，直情系唔睇噶啦，因为我一信咗主，基本上一年之后我就过咗去加拿大啦吓。咁而事实上翻到嚟已经啊做牧师啦，已经啊边有时间我连电视线都冇搭啊，电视都冇睇啊吓。《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第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尚存无亏的良心。期望以真诚唱出赞颂音韵，倾真意爱神，一生满心感恩，求尽我所能奉献活祭给神，将真理宣扬，领别人出黑暗。随着我神，尽主说话指引，常随着我神，跟主结伴共行。宣讲真理，我兴奋热心，发出光辉，照遍世间黑暗。全力爱神，抛开世俗牵引，常全力爱神，倾出炽热赤心，遵主旨意，永热诚忠心，忘掉背后，现随着我主领引。